替我烦恼。讲紧啊，讲什么事嘞啦？做爸母吼，本来就是搞操烦。不管你长个几岁，你爸妈醒来，永远拢是囡仔。当初我为着要甲永俊结婚，佮甲你冤家呢。我真正选唔对人啊！甚至，伊去甲厝内底遮遐尼侪代志，甲咱厝内底闹甲乱哄哄，你唔那连一句一句话的话拢无，你怎么敢咧安慰我？我真正感觉我就对不起你呢。当初吼，阮会做动。我希望讲是阮看唔到，啊，搁较希望讲吼，亲像你讲的，永俊，伊是一个当挖苦的查甫啦。假使当初我听你的话，都袂不甲其他人安尼啊。别个出嫁啦，我无需要后悔啊。这人的一生中吼。那可能做的决定拢是对的，即马上重要的就是讲吼，看怎把这错误弥补起来。妈，这个错误看起来是无法度弥补啊，这就看你安怎想安怎做啊呢。你看，你对永俊。还够干净吗？看看永俊结婚遐尼侪年啊，哪有可能感情讲断就断？我那么爱伊，我今仔日嘛袂像你啊痛苦。啊你讲要开离婚？这敢是你真正心内想法？我要安怎？我已经给伊一遍机会啊，伊还是搁反背我，这就证明伊根本无把我放伫伊的心内。妈，我刚才是想要有一个幸福的婚姻，就亲像你甲爸共款。会当大家欢欢喜喜，白条街路，不过想到这尼啊困难，你跟我讲好无？是不是我倒位做唔对？还是我倒位做唔好？永俊这安尼对待我？囡啊，你做了真好，你嘛无做唔对。永俊对不起你呢，永俊嘛对不起我跟你爸爸对伊的期待。你受到伤害的人，你莫把所有责任吼拢担在身上好无？杨哥，今摆我的心就乱了呢，我真正不知影我到底要安怎做。我虽然能讲我有抗和无抗你。我只要你决定的代志，我拢会支持你。我绝对袂让我查某囝受到欺负。你看，我跟你爸爸只要有一口气的，一定保护你，没有你是委屈。我一定会坚强，我袂去让你为我烦恼啊！姐姐，今天要住我吗？有啊，我会办身手的。好。带你买单，咱们带你导游，小弟伙姐，
以前我怎？搞怎？啊，今麦才几点尔？这尔才起床哦。哦，新婚之夜都无咧困啊！是宜萱知影哦，昨暗厝内底有永俊哦，拢有到午餐场，啊，你若一定叫我困嘞，唔敢叫恁起来，伊家己只提早起来做早顿，我大家食。哦，大嫂好贤惠哦，我阮大兄互你白家庭弄死。米奇。以后妈，你困恁大嫂，连开都袂当开哦。大兄真正忝无的呢，大嫂好幸福哦。啊，好啦，紧个菜哦，帮忙处理，爸妈早了要起床啊。哦，来，你过来。哦，哎，我差不多要困早顿呀，啊，你拢较早就准备好啊？ 妈，我甲你讲哦，大嫂我安尼遐贤惠，把我的工课哦全部拢做紧紧。哎呦，啊恁两个吼，一个昨日困了安尼，遐尔忝着，啊一个吼，婚礼结束了，搁倒来冰岛啊。哎，我无食饱吼，较早去补眠啦。做我媳妇吼，恁身体也袂歹遐大吼。妈咪。 你真的好贴心哦，我就甘心啊。嗯，妈，多谢你这样关心我，我感觉我家己是来足好运的，会当嫁予信达，嫁来恁赵家做媳妇。妈，我嘛是同款哦，会当做你的新妇，啊，佮有大嫂的同侪啊，我感觉足幸运的，一定是顶世人相好休。妈，是你够看家，甲赵家的男人，我感觉足好的。 无参照迄个鸟用俊，鸡鬼鬼怪，鸡精鸡翼，这较配吃过。哎呀，我袂记吃过嘛，伫咧厝里。大家搞啥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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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管。 这是你家己的厝，你若是要倒来，大家拢会听你，保护你，知影无？多谢大兄，我嘛是恁家的人啊，你为什么无爽快，莫当甲我讲，莫放在心内。大嫂，多谢。跳过，你今日决定要甲家人俊离婚啊？我考虑过啊，这边绝对不是结亏。 我要改离婚。来来来，再上班。好，再上班。老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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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
出去，和杜的话提去资源回收。你拿来一人一句，啊，听起来是咧讲安慰的，不过人听的人哦，愈听愈艰苦，你知无？爸妈，你放心啦，我无代志。我知影，虽然你无讲，也毋过恁的心内就烦恼我。您放心，我会坚强。好啦，大家紧食啦吼，来来来。啊！英琪啊，食早餐你发大声做啥？我刚刚想到有一项物件要给大兄甲大嫂，是倒个个，快起来！啊！来，再给你，谢谢。温泉会馆。嘿啦，啊，原本阮大家是要做一出钱，予你甲大嫂出国度蜜月，啊，不过因为这道分的小寡。加上我今日会抽袂出这放假时间，所以我就先买住宿券，和你甲大嫂先去度假。多谢你。免多谢啦，啊，恁都温房正常的，已经谢谢孙环婆婆啦。
好啦好啦，啊我会找时间去啦。嗯嗯嗯，什么叫找时间？吃吃嘞，多进去啊！啊！把我赶哟！我要加油哦！油啊，底下等于在那拖啊，早晚饭后各吃一次。第二，油啊，吃完隔半点钟，搁吃一粒综合维他命，维他命就下底痛风药的边啊。第三。维他命存半罐，吃完边还阁有新呢。知了知了知了，我断掉。陈先生，你有痛风？袂当食土豆、海产、香菇，也阁有绝对绝对袂当偷啉米露。水果已经替你切好，下伫个冰箱，爱记逐工拢爱食哦。好好好，都会吃，都会吃。想吧，是啊，这个时间伊早就应该食过啊，唔知会加食药啊未？放心啦，啊你唔是伫厝诶大汉尼嘴顶抓条啊，应该加食药才对啊。我白讲，我哪有大汉尼嘴顶？我刚打几场啊尔。哎呦，陈医生啊，啊你笑笑遮侪，手拢袂酸哦。啊，搞哦。结婚哦，嫁出去啊吼，过有这步来搞念嘛吼，比你爸较巧。完了哇！啊，本来咱明仔就要过年啊，啊，不过今日既然要去温泉饭店，不然就先坐在厝诶，看一下爸，啊，你也较放心。顺便检查爸，看伊有食无应该食诶物件，安尼好。新达，多谢你。夏天喝酒，要喝啤酒，好，突击检查成功。爸，现在就无乖呢，我就知影你会偷啉米露。我哪有偷啉啦？信达在遐看我哩，无啦，不是啦。我是讲恁明仔要回来，吼，啊，我著揣一挂好料的，啊，要请恁，啊，这白米露我唔捌啉过，我甲试啉者。偷啉就偷啉，搁你教我坐。我一嘴啊，我啦，是啦。爸，我知你听话，为我好，啊，恁啦，你吼，米露我先替你冰起，好。嗯，好，多谢你哦。爸，我就讲你听风袂当啉米露，你哪都唔听话，你安尼我是明仔怎会放心嘛？以后我定下定定倒来给你突击检查，但是有看到其他违禁品，绝对没收。
哎，唔当，以前唔当，哎，拄啊结婚也唔当，等下等下走，等下后头厝啦。我咧讲啊，哎，唔知人想讲信达厝人对你外无好呢，啊，等下走等下厝告状，哈。爱讲去讲啊，我才袂管伊。来，你坐坐坐，我有代志要恁问。啊，恁两个怎？无代无事突然间走等下讲啊？阮等下要去度假，明仔载无就等下过年，所以阮提早等下看你啊。好佳哉，我有等，所以予我抓到，一定阁有其他的违禁品，我来检查。无人可能，查某囝拜托个啦，我这物件拄啊整理好尔，你要变来变。吼、哦，麻辣花生，我就甲你讲，你袂当食遮尔重口味，哪拢唔听啊？我说，不是啦，迄个唔是我食的，阿雄昨会特陪我行棋啊，爱食不完，予伊阁有一包新的，我唔知呢。那阿雄姐顶礼拜甲伊好心心不去东京。伊新妇昨个伫咧东京打卡，讲一个人伫咧食拉面，哪有可能是伊啊？啊！阿雄去东京，我也唔知。我咧笑，我笑，我若免偌久就着到你啊！我咧早见偌年啊，你阁唔知？爸，你竟然阁头尾海山阁有三层吧？你真正唔知通惊呢？惊，早见我惊。来我真个惊了，真个惊了，才无恁遮美女在遮惊。哎呀！好。哦。你两个哪个走倒转来啦？你看，我就讲我帮你偷恁美女。我让你惊了，我安尼恁遮底惊一。我定来当来突击检查，你别搁偷恁头家啦！你独家。好啊，你啦，台风来一个，再搁第二个对起来，等。哎呦！主席了，嘿啦，你别安尼直直吹，你甲恁大姑妈生气啦。嘿啦，我即马就咧，咧应该因家门口啊，哈，还无开车，我想要再去啊。好。哥已经结婚啊，过来同我。我哩，我认真，我怕病，我要放心甲自信，搞好啊！一定是阿伯来。小戴，阿伯，倩倩，英凯，我有买自信爱丽妹拿铁哦。我想讲，咱做伙等慈心回来，做伙啉一杯咖啡，好不好？倩倩，真多谢你啦！但我真歹势，我甲慈心约好要去外面食饭，我等要出去。那这样无多好。其实今仔日我是来要甲你回信的啦。迄天因为我一时冲动整理，去予恁妈看到，我知影恁妈足生气的，嘛害你去用误会。我是刚刚做不安的。你无说我刚刚不安，我已经跟我妈保证过啊。我的心内跟阿子欣一个人，我嘛袂做对不起子欣的代志。我即马所做的一切，拢是为了我跟子欣的将来咧拍拼。我嘛一定带子欣证明给妈看。所以其他代志，你莫阁讲。我嘛是真心要祝福你跟子欣。而且我冇讲过啊，我要放下对你所有的一切，
也唔过我嘛需要搁淡薄仔时间啊。而且这段时间，你敢会当对我较好诶？你嘛知影江大通是啥物款人？为着要家己甲慈心斗相共，我是冒出大风险诶。结果你嫌甲无一块着，我只安愈想愈感觉，我为你所做诶这一切到底是有价值啊无？感受。